怎么没有传送走啊？反应。女儿马术，听说到附近还有一枚斑女能量币，赶紧去找她吧。啊？还有一枚？快去找吧，走啦！又要去找啊！斑女看世界，带你去冒险。还没找到月儿，不要着急，我觉得肯定就在这附近了。哎呀，赶紧回我们的饭店。哎，等一下，阿叔，那不就是城堡吗？确定？走。饼干警长啊，你看他手里拿着任务卡。任务卡，他们曾经是住在堡里的一对兄妹，月儿公主、马术王子。城堡被巫师封印，流落在外，想要回归城堡就要修炼公主王子的必备技能，快去寻找老师学习一下吧。注意花车巡游中要保持仪态哦，不要被抓拍到丑照，否则将会接受严重的惩罚。惩罚！哇！我竟然变成公主了耶！我还是个王子呢！马叔，哎，快别超美了，我们现在要赶紧去花车队伍了。好，赶紧走。走吧。哇！哇，他跳得太好看了，太棒了！其实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因为我们也要参加花车队。是的，你看。但是我俩就什么都不会，我可以教你俩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先教我们简单一点，因为真的没有基础。好的，好的。让我们看起来像贵族。我们公主呢比较是优雅的，然后比较面带微笑。王子酷一点，对，酷一点，绅士一点，也是面带微笑就可以了。绅士一点，对，眼神，眼神，眼神，对，眼神，眼神，眼神，油腻，好油啊。Hello， 我也要这么学吗？对，行，行，一二。一二，对，是我衣服有点崩。三二，这蛮简单。三二，这蛮简单。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站一三，好，行礼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的。月儿公主、马术王子，你们要加油。原来是我们幸福。想去欢乐谷，请把欢乐带回家，欢乐时光最珍贵，动感起舞，欢乐送一杯快乐的飞，欢乐谷，请把欢乐带回家，欢乐时光最珍贵，动感起舞，预备
第二张，哎，这张也很好看，哎，拍的好好，拍的好像白马王，真的像王子。这张，哦，这张拍的什么？孵化气球，对对对。好优雅呀，对，饼干警长，既然我们表现这么好，是不是就没有惩罚了呀？哇，太好了，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。什么内容？作为王子和公主需要一颗勇敢的心，公主王子勇敢之心大挑战，下面这个游戏输了将会面临很可怕的事情哦。又是很可怕的？我不相信。哎，走。为什么？哈喽，饼干警长。饼干警长，你怎么又在这儿呀？肺活量大比拼，输的人要去天地双雄接受惩罚。这气球太简单了，我肺活量超厉害的月儿。你呢？比起天地双雄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困难的事情。那我们就来赶紧的比比看吧。好，马叔，就你那个肺活量，在我面前就是沙沙水啦。我就是翻译家族的肺活量之王。Round one。哇，有味道！肺活量超厉害的人，天地双雄是吧？啊，哼，我要是怕，我就是狗熊。我真的，马叔，把狗熊。我过来开综艺节目吧，然后就是我们讲一会儿。嗨，这天地双雄不就是又快又高吗？看我这征服他，上面的人太怂了。一点都不害怕。我要是怕，我就是狗熊。三二上去吧，一这么快，吓死人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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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到欢乐谷的巨能飞船处完成任务吧。巨能飞船就是这里，那我们就得赶紧去啊。走。哇哇，这里怎么摇摇晃晃的？是这种感觉。嗨，饼干警长，这是我们的任务吗？盘子上面摆了一盘鸡蛋，需要将鸡蛋从第一排颠到最后一排，鸡蛋掉了的重新来，重新计时，用时最短的人获胜，输了的去奥德赛拍几张照片吧。煎蛋就是他了。月儿你先。啊，不行，我怕太高了。外面。哦，开始了，加油，稳稳的，头。掉了一个，没开始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可以。有风哎，走。
哇，现在封起来了，好难哦！一二三，走，嘿，一二三，走，哟，一二三，走，一二三，坚持啊！哇，怎么啊？快点晃了，摇晃，一二三，走，一二三，走，一二三，走，最后啊！哇，终于成功了！终于，太难了。好，到我了，到我了，走啊！我的指甲顶住了，笨手笨手笨手。呀，动态的会比较难一点。哇，太棒了！最后一排了。呀，太成功了！哇，太难了！真的太可怕了，这个游戏。没错，但是我们现在请问一下我们的饼干警长，谁赢了？哦，我一直没到手，耶！我赢了。班尼能量币就在玛雅人手里，要小心，他们可是会用活人献祭的。这边不就是拍照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我也觉得，而且就是我，大家也知道我是拍照小达人。有什么可怕的？大家也知道我是拍照小达人。我也觉得是啊，全湿了！哇，这真的是我们的良心病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惩罚了。任务卡，要不要？出来了，出来！老板给你钱。这是玛雅天灾，天灾啥意思呀？那么玛雅人就在这边？应该是吧？那翻你能量币就在这里，但是有点可怕。别怕了，玉儿，为了翻你能量币，走。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感觉这个仪式应该是蛮宏观的，很宏伟，可能会有很多人出来抓你。那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抓你呀、啊、干嘛抓人呢、啊、哇，好可怕。身体好，他身体好。我不行。耶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谢。不要不要！你干嘛？想救月儿公主，就去挑战最可怕的水晶神翼吧，获得神秘宝物和玛雅人交换月儿公主。我知道救月儿的办法了，走，就是这里，水晶神翼，只要挑战成功就能救回月儿。 Go！ 为了救月儿，我需要勇气。角度你们能看到吗？朋友们，你们看下面。来，我现在需要勇气，跟我一起比个耶，给我勇气好吗？我们镜头前的小番茄们，耶、yeah! ！谢谢。Oh my God！ No！ 不要，不要！
Yes， 挑战成功！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知道，我用这个宝贝换月儿。国王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！阿叔，我用我们家宝贝跟你换月儿，可不可以？它也很珍贵。谢谢，谢谢。月儿，快过来！没事吧？嗯。谢谢，谢谢。走。听说能量币在他手上。能量币，能量币在你手上。可不可以给我们？很重要。谢谢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能量币真的在这儿耶！我们任务完成了。Yes， 谢谢谢谢。来。北京欢乐谷七大主题区域，60余项主题景观，近50套游乐设备，精彩表演，打造大秀场，演绎谷，全年开展6大主题活动，快来欢乐谷吧！环游全世界，我绕了